家好，我是想烧肉的主厨 Jason。 这间店会成立的起因是因为我们有几个都很爱吃烧肉的伙伴，那我们也都吃过了日本啊、台湾各个知名的烧肉店。我们发现以台湾来讲，台湾的烧肉店大部分都是用冷冻肉机器切，切薄片。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其实在烧烤的过程当中，肉汁的流失跟它的这个鲜嫩度啊，很大的损失了。那再加上台湾人的习惯是沾很浓厚的酱汁，风味啊、肉啊都大打折扣，所以我们才会想要说来做一个更加不一样的。那以厚切、冷藏为主打，一定的厚度，烤出来的肉才会香、才会嫩、才会不柴。以我们的新菜单好享受来举例，它使用了下肩胛眼肉卷、无骨牛小排、热眼、胸腹牛五花及翼膀，这都是Prime等级的极佳级的美国牛肉。之所以会使用美国牛肉的原因，是因为在饲养的过程当中，它都是使用大量的玉米饲料，也相对的在它的油花分布是非常均匀的。那在烧烤的过程当中，它产生出来的香气、各种的甜度是最可以保存的最好、最完整的。尤其是店内的烧肉方式都是让顾客亲手去烧制的，那提供优质的冷藏后切牛肉，可以让顾客在用餐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愉快又轻松容易的体验，那就是我们一直去追求的一个精神跟方向。最后，中秋节快到了，希望各位一起来享烧肉，品尝优质的冷藏后切美国牛肉，吃烧肉，喝啤酒。